大家好，我是廖科毅，我是一名新闻主播，也是一名外景节目主持人。其实我会把这个旅行啊比喻作是人生，你可以选择用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，然后用最精彩的方式去过你的每一天。那最重要的是啊，就千万不要停下你的脚步，有多远走多远。